顺治年间，清廷先后消灭了意图恢复大明的福王朱由崧、鲁王朱一海，随之惠王朱由榔继位于肇庆，称永历帝。在清廷的大举围追绞杀下，亡命在外，一力苦撑。这位大明朝代的最后一位皇帝，只好携带文臣幕僚败走云南，投奔名将李定国。为此，朱由榔成了清廷追杀缉捕的要犯，也成了江湖各派企图占而有之的权力象征。我们的故事就围绕着他的命运从这里开始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孩子，快走！快，别管他，快走！吃吧，这么好的肉，连你也有，我都吃。你不知道这个家伙只吃活食吗？二爷，他只吃活食啊！二爷救命！二爷，救命啊！命啊！二爷，救命啊！二爷，救命！救命啊！明二爷，有消息了，皇上的人马听说这两天就到。二爷，救命啊！怎么快？二爷，二爷，一旦清兵在北路埋伏，他们就只能从这儿过了。哎，二爷，快拿个主意吧！你饶了我吧，二爷，救命啊！二爷，还不趁机去探探路？你到那边给我看着。二爷，救命啊！二爷，二爷，就哪儿去？是夏夫人呐、啊。二爷，我不过是想各处走走。二爷，这个饶了我吧，二爷。我看他不顺眼，逗他玩的。夫人，我还有事，恕不奉陪了。二爷留步。夫人，救命啊！哎，救命啊！二爷不知道吧？这鳄鱼怎么天不吃活人就会闹病的？看，夫人，这鳄鱼只有吃过活人后，分量才刚好能启动了礁石上的暗盘。待会儿再看，你看这桥上的朽木。等那鳄鱼吃了活人，爬上礁石后，你再看。明二爷，请过吧。请。知道吗？清军在黑山一带埋伏了重兵。南明残皇朱由榔要逃往云南，这儿就是他的必经之路。哎，二爷，是，怎么，二爷您不感兴趣吗？我只会行医治病，一向不问国事。停下！快停下！启禀陛下，又要喝水吗？哎呀，不是。朕实在憋不住了。是。来，皇上，小心点。好了，皇上。过来，
上边。你看，啊！我的妈！上！皇上！上！是，我来吧。忍着点，有点疼啊。哎呀，有点烫啊，舒服，舒服。有点疼，忍着啊。哎，还疼吗？哎，二弟啊，我年轻的时候，那身子骨可棒啊，现在不行喽，老喽。这说哪儿去了？真舒服啊。什么？按照老规矩，一人一个，不够的，两人一个。你该歇着了，你也歇着吧。啊！臭叫花子，你敢咬我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起来！你放开我！回来！这小娘们长得不错，归我了。对，归大哥。去你妈的！英子，英子，夫人，等等。大哥，这去你妈的！滚！英子，英子，你别生气啊，开个玩笑，你还真有点小脾气。我把那小娘们赏给明二爷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救了你的命，咱们应该有点表示嘛。二弟他人不错，是个好人。过来，英子，过来。啊，你看看这个，啊，好，喜欢吗？嗯。英子，嗯。英子，别生气了，啊，别生气了。算了，大敌当前。皇帝的人马就要到家门口了，还说这些干什么？英子，
英子。嗯。我这有封信。嗯。哎呀，拿到了。英子，你比我强。给我念念。这上面写的啥呀？啊？夏老爷，抬见。这是吴三桂王爷写来的密信。嗨，什么密信呢？不就是为了抓南明皇朱由榔那小子吗？他好进京请赏去。嘘，小点声。咱们要是真能抓住他。也许还能落个一官半职的。嗯，谁？你先歇着。哎，我去看看就来。好。陛下，赵将军回来了。你们看，赵将军回来了。将军啊，回来了。赵将军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赵将军，陛下，事情办得很顺利。夏老虎听说皇上驾到，受宠若惊，这户小伟没见过世面，要亲自护驾送咱们过寨呢。真的？这是夏老虎给您的亲笔信。总算有消息了。算了算了，不看了。来人呐，备马，更衣，快走。备马，备马。是是。他娘，饿死了。恕本寨主有失远迎了。免礼，平身。平，叫你们平身呢。叫你们，叫你们起身。起来，起来！起来！皇上，请。万岁爷请安，给万岁爷请安。皇上大人，你先洗洗，请。想得出来。
过来。皇上请。这是我们的陈年老酒，特意给您备的。你先喝。请。上饭，您请。吃啊，吃啊！用膳。哎，我们这岗站到什么时候才算个头啊？啊！你们他妈的小心着点，别他妈出什么事儿。行啊，三哥回来了啊，三哥。又没那个。二三哥，回来了，三哥。你上去，哎，都上去，都上去。好，上，快快上去。三哥，你们说不来了啊？要当点心啊！出了事儿，夏老爷饶不了你们。是，不会。急死人了，夏老爷发现了尸体，正在发脾气呢。皇上住处他们派了重兵把守，根本就没法靠近，看样子今晚上准得出事儿。二爷，你倒是出个主意啊。二爷怎么样？哦，都准备好了，看来只有明天早上硬闯了。走。哎！什么人？如此大胆！陛下，我乃是南明大将左良玉之子左明玉，为迎接陛下已潜入战中三个月了。这是李定国将军给您的亲笔信。来人呐！撤！陛下，陛下，咱们不能从这硬闯，跟我上后山，走，快走，走。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，快跟上，快快，快快，快点。小心点，快点！他妈的，人呢？啊！是走漏了风声。五哥，赶快追！快追！走，快走！走，出事了，快走！跟上，跟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，快点。
老爷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杀了我们的人，往后山去了。走小路，给我追！追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追！快走！重量才能压下那岩石上的鞍板，否则咱们谁也过不去呀、啊！真的没活路了，怎么办？想想办法吧！啊，是啊，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！快追！快点！快点！别让他跑了，都跑快点！别让他走！哎，跟上！追追！怎么办？追！哎呀，这该怎么办呢？见了鬼了！虎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追！快点！哎，快追！快点！截住他们！快点！快点！快快追！别让他跑了！走快点！追上！快快走！快走！快跑！快走！快跑！不追！陛下小心点！快跑！不追！不追！陛下追！快点追上来了！挡住！快快追！啊！快！我让你！大伯，大伯，这家伙很熟，人上哪儿去了？
你也在这歇一会儿，啊。我先给你打些清水，洗一洗啊。姑娘，你可真是好身手啊！紧要关头助我一臂之力，我还要好好的谢谢你呢。救人性命是姑娘应该做的。是啊，玉米烤好了，过来。趁热吃啊，坐在这儿暖和暖和。哎，烤烤火啊。是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人家脸上又没长什么。哦，对了，姑娘，我还有要事在身，我得先走了，你就在这儿好好的休息一下，啊。哎，那你等等我。嗯，咱们后会有期，以后还会见面的。哎，你回来，你回来呀！哦，哎，小姐。您慢着啊，您慢慢喝啊，慢慢喝啊。来，把酒温上。哦，诸位，哎，诸位，慢慢喝啊，慢慢喝。卖裤头了。哎，走了。你啊，大爷这回有钱了，谢谢大爷，谢谢大爷，两壶好酒，哎呀，好菜，萝卜，你这小店也大变样了啊！哎呀，这小女子还真有点姿色呢啊！这荒郊野店的，你不闷得慌吗？啊，大爷我有钱，你就陪大爷玩玩。哎呀，你还脾气挺大的啊！哎，大爷我不怪你，大爷我高兴，你再来一箱啊！你打算笑什么？哎呦，你还有人打？还打我？又挨打了吧？哎，没事，没事啊。小姐，您没惊着吧？拿酒。哎，好，酒。哎，我的苹果。哟，大爷，您来了，我们这儿有好酒，您来一杯，来，哎，我再给您拿啊。好，怎么样，酒不错吧？您再来一杯，来，哦，不喝了，您给钱。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您慢走啊，常来啊。这位客官，您要点什么啊？好好，您两款您的。没事了，走吧。嗯，走。这。
大爷来了，一看你们就是远道来的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大爷，您喝点什么？大爷，一壶好酒，两盘菜。好，慢点啊。好酒，好菜。大爷，请。这是好酒，喝吧，喝吧，好酒，喝吧，喝吧。什么人？在此挡道！大清京都侍卫营统领豪木，副统领满达拜给您这位逃亡的皇上，请安喽。放肆！而今已是大清的天下，咱们是奉旨拿人。相好的，给闪个道。
么样，英子？英子，将士们备马，去截住他们。是，别让他们跑喽。上马，快！英子，英子，英子！大喊一声，截住他们！真是大酒家。救救他吧！一定要杀了他！
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呢。杀了他！阿爸，看在神的份上，让他们饶了他吧。他不像是个恶人呢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你也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不能把他赶走！杀了他！魔鬼！杀了他！妖魔！杀了他！让他滚！魔鬼！魔鬼！杀了他！你给我们带来灾难！阿爸，求您了，说句话吧。他们这么做，妖魔会惩罚他们的。阿爸，龙珠母，你要遵守我们的族规。到明天日出的时候，让神来决定他的命运吧。卖狐狸皮了啊！好狐狸皮，嘿！卖辣椒嘞！卖辣椒！您瞧瞧，多好狐狸皮！这烟叶不错，您瞧瞧。不行，你这烟不好。你就买了吧。太贵了，我还得要。哎，不要不要。行，您说好，给你钱。好的。卖菜了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消息吗？军营里议论纷纷，好像要出什么事儿。卖菜了啊！走吧。哎，买菜吗？来来来，看看，哎，买了，哎，买啊，哎，这东西好，哎，买了，买了，买呀，买呀。苏梅，哎，白忙活一天啊，什么也没找着。苏梅。苏梅，嗨，姑娘，我在这儿呢。哎呀，你快点下来吧，下来。哎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看来皇上不在这儿，咱们还得赶紧走。你快点下来吧。你急什么？看你一头汗，你先歇歇好不好啊？哎呀，你在那跟耍猴的似的，快点下来啊！下来。就为他一个皇上，搞得这么多人不得安宁，就连你也想变个人似的。哼，我就不。我说你快点下来吧，你。我给你买样东西，你要不要？是什么？你下来。你下来，让我看看吧。你先下来，我再告诉你。嗯，你不下来不是？我走了啊。就不，哎，等等，你给我。哎，你别抢，你给我，别抢，你给我，别抢嘛。漂亮，喜欢吗？给我的吗？啊，戴上吧，戴上。来，我看看。苏梅，明玉，以后咱们再也不分开了。苏梅，你去收拾一下东西，我们准备走吧。啊，左公子，左公子，怎么样？啊，左公子，兵营里人马都聚在一起，看来有消息了。好，咱们赶快收拾一下东西，赶快走吧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走吧。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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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天一亮他们会拿你祭神，如果神灵阿母让凤头冲里，你就没命了。快，我带你出山。路走，在河边有一只筏子，一顺河可以划出山口，走得越远越好。这是水，给。哎，姑娘，还忘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龙珠。龙珠。永远也忘不了你。哎，姑娘，朕会来找你的。
然此非凡人，即向北来。可我们面临着灭顶的血光之灾呀。龙珠木，把这位贵人带走吧，带走。阿爸，孩子们，你们快走吧，神灵在召唤你们。天神哪，把所有的灾难都降临在我身上吧。什么王侯，什么贵人，都去吧。孩子，要记住，后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去吧。实在不行了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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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！有人，什么人？别让他们逃吧！别让他们逃了！什么人？怎么，皇上不认识我是吗？怎么样，这一次乖乖的跟我走啊？好，朕
跟你回去。不过，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嗯，说吧。什么条件？把他放回山寨，保证他的安全。就这些？朕一生走遍江湖，说实在的，从未享受过什么荣华，更未乞求于人。这一回，看在你也是汉人的份上，蚕皇猪油狼，求你了。免了，免了，免了。你这一拜呀，我倒不好意思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没人敢动他一手指头。嗯，哎，来人呐，把这小姐送回寨子里去。不，别离开我，我怕。别哭，龙姑娘，只要朕活着，就一定会来找你。这是母后留给我的，别怕。吧，王小姐，朕啊，走，朕救救我，走，救救我，朕。像老虎的人，说，皇上老儿在哪儿？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。老实点，躲开！呀！老实，说，皇上在哪儿？没多远，我给统兵带路，我给统兵带路，我给统兵带路啊！是统领，是统领。放开我，阿爸，阿爸！站住！皇上，你倒是清闲呐，前面就要过峡谷了，再遇上鱼就麻烦了。这，快点！什么事了？前面山上滚下一些碎石，堵住了道路，叫了一些村民正在修呢。这是常有的事，今天就在这儿歇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老爷，这路怕是明天早上才能修好啊。这庙里的大和尚倒是您以前见过的。大和尚说这是佛门圣地，这次给咱们开个先例。好了，别啰嗦了，留咱们住一宿。你老改不了这毛病。
姑娘，你汉人来过了，汉人又走了。皇上他去哪儿了？施主，长老在里边。夏老爷，一路辛苦，我豪梦在此恭候多时了。你别忘了，这是谁的地盘？当然，吴三桂将军的领地，这我清楚得很。清楚就好。劝你别打老子的主意，走。慢。嗯。圣旨。有劳你的费心，可对不起喽。我们圣旨在身，请把朱月郎交给我带走。不成。啊！阿弥陀佛，既然你们是一家人，就不要动刀动枪，伤了和气啊。住手！皇上乃是万乘之尊，岂容你们前来拽去？亡国的拥军还要逞威风吗？你这小王八羔子还要逞能啊？不识抬举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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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吴三桂是个大傻瓜，他抓不到我这个皇上，就不能拥兵称尊吗？还有你，你们的大清皇上也是个大傻瓜，他杀不了我这个皇上，就做不了他的天下吗？你还有你，你们都是大傻瓜，和所有的傻瓜一样，不惜抛家舍命，冲着我来。我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没有我，这天下不还是一样吗？
你们快点。哎，往这边。哎，好，快走，快快点。就没有想到她一个弱女子会。左公子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嘛。这个红姑娘，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她，可我总觉得她见到皇上时的目光却有点儿。你是说她气走了皇上？Thank you.
陛下，你有心事。姑娘不知，我这皇上当得身不由己呀，为了我这条丧家之犬和这莫须有的皇权，有多少人不幸，多少人丧生了。这雨总算停了。嘿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是灭我全家的仇人，我恨你入骨。我父亲洪雷在沙场上救了你的性命，可你却恩将仇报。我的母亲陶温良懦弱，也被逼卷入战乱，报尸何谈？我洪素梅历尽艰辛，终于找到了你，可你，你让我杀了他！要杀他，你先杀了我。你。
呀！李定国将军亲自带着人马来接驾，陛下，陛下，我找着你了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当心！你杀死他，快！左公子，你敢为止？快杀呀！杀了他！动手！快！快杀！杀了你！素梅！龙姑娘，是你吗？陛下！皇上！陛下！诸位爱卿，你们要朕做什么？陛下，左公子，你对朕有救命之恩，朕要报答你。现将朕的玉妹许配给你，你就是我皇室驸马了。一年多来，朕浪迹江湖，四面楚歌，八方来风，够了。我看到的鲜血已经够多了，李将军，朕命你从即日起代理皇位，行摄政王权。陛下，往后我就不再是你们的什么皇上了。陛下，皇上不能走。陛下，皇上。若干年后，朱由榔被吴三桂破杀于昆明。